你在这绑鱼钩是吧？嗯。今天要带三个小家伙去钓鱼，海边玩。老爸说要钓鱼。哦，先绑好是吧？哦。老爸最喜欢钓鱼，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钓鱼，光这些装备，年轻的时候就买了好多钱。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到处都有网上便宜，那个时候都是在那个渔具专卖店买啊，一根竿好像都是一两千是吧？哎呀，现在年龄大了钓的少了。你看这三个开心了，兴奋了，他们知道一拿鱼竿就可以出去玩了。今天带你们去海边玩啊，馒头，去钓鱼，知道吧？哎呀，你看这两个皮的开心哎。三条，一下子钓上来三条鱼哎，串钩，哦，都是那个气泡鱼，小海豚。我三条全是那个气泡鱼。对。四条狗在海边玩，好开心啊！胖胖，我们坐下来，狗就会围住。对，哎呀，小胖胖，小胖，三胖啊，胖胖，嗯，小珍儿，妞妞儿，哎呀，小可爱，满嘴沙子，小调皮，小调皮。馒头，嗯，小可爱，柴柴呢？哦，柴柴跟着老爸。柴柴在那里呢，柴柴就围着老爸转。今天一家人来钓鱼，钓的啥鱼啊？刚才钓的是那个气泡鱼，全都是气泡鱼啊，三条都是。这气泡鱼咬钩的，对，有手法。现在是11月的中旬，广东还挺热的这几天，因为这个外围啊是有台风。就是现在的这个温度的话，大概是在这28到30，在沙滩上都觉得有点出汗。搞得现在三胖本来现在狗都对呀、啊。柴柴凶了一下胖胖，胖胖不敢过来了，胖胖胆小。胖胖，来吧，没事儿。柴柴护食，主要是让刚才想让胖胖来喝水，柴柴就不愿意。他们就钓了几条鱼啊，知道吗？啊，金鱼，刮台风了。今天不知道有没有夕阳，有夕阳，现在差不多就快夕阳了，但是感觉看不到哎。现在的云太多了，阴天，今天是阴天。把柴柴和卷卷我把它牵住了，他们两个太调皮了，到处跑来跑去的。今天沙滩人也多，而且呢浪特别大。老爸说让我牵着，馒头是比较乖，不牵。他两个调皮，怕等一下被这个浪啊、海水啊卷到海里面去啊。今天这个没什么鱼啊，因为这个天气不太好，有台风，天气不稳定。以前哪有那么大的浪？回去喽，今天没什么鱼啊，天气的原因，就几条这个气泡鱼上钩啊。回去了，你看这俩我要牵着，怕他们两个狂奔，等一下崩到海里去了。馒头就比较乖。
把狗狗们放在这个家里面，然后这个我们来那个旁边，就是有这个东北的这个大鹅焖大鹅吃啊，农家菜，你看这个鹅肉超香啊，一大锅订了一只鹅，他们男士还可以喝点小酒。东北的这个铁锅炖大鹅吃的很过瘾啊，好大一锅，来干个杯。我们八个人经常聚会，一起去旅游啊，吃美食啊，都是自己家人啊。这一餐的话我们吃了这个700多块钱，还是蛮划算的啊。美珍，坐下，坐，坐好，好，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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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，嗯，坐，坐，坐，哲哲坐下，哲哲你给我坐下，哎，等等，先给馒头啊，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珊珊每次拿到大的。他就有点不相信，哎呦，好开心呀、啊，好大一个是不是啊？开心死了，在那里跳来跳去，你看不舍得，哲哲给你，哎呦，好大一个啊，开心吧？哈哈，你看才才在那里不舍得吃啊啊，哎呀，超可爱。他每次有什么大的他不舍得吃，他要在那里玩一会儿，你看，哎呀，好开心呀、啊、现在他开始吃，他要看一看，观察一下周围有没有人来吃，是不是啊？馒头你这就吃完了，我拿着袋子在这里看柴柴，你就吃完了，吃完了来舔舔我的这个啊，舔舔我的袋子，还想要，你吃的也太快了吧。好吧，再给个小的。好了。你看柴柴那个样子。柴柴现在开始吃肉。吃的好香。哲哲哲哲吃完了。哎呦，这两个都吃完了，馒头你今天吃两个。柴柴，哦，柴柴也吃完了，喝水去了，你看。